就你언니머리염색했네아맞아去银行，要先把我的存折跟护照带着上。好重啊！这东西全部丢下去。哎呦！走走走，出发去银行 ，Go Go 出门。Then I'll be at your door.哇，今天天气很好，热。韩国最近的天气就是早晚温差很大，我昨天晚上出去走走的时候超冷。而且这一间的职员人很好，他还给我用就是袋子装。然后如果你们要申请就是银行存款证明的话，韩文叫做예금잔액증명서，跟他说要申请잔액증명서就可以了。本来是要手续费2000块的，但是可能是因为我通胀的关系被升等了，所以手续费是免除的。刚刚那个职员姐姐还跟我聊天，她说啊。在这边工作很辛苦哦，真的啊，开心。那我们现在赶快去咖啡厅坐一下。我点了一个奶油达克瓦兹，然后跟一杯奶茶，它是英式早餐奶茶。然后这个店员他请我吃一个马德莲，哎，太棒了吧！
You said it was the last time, but you keep coming back to tell me sorry that you take back all the things you said just to hurt me. My love just went cold. 现在是晚上的7:30，我要去跟一个韩国姐姐见面，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坐地铁，然后去汉江。很久没有晚上去汉江散步了，所以刚好趁今天比较闲的时候，然后去逛逛这样子。我跟 Oni 碰到面了，耶！ Oni 好久不见，你好，好久不见。然后我们现在要来汉江野餐，然后我们要来租一下那个野餐垫跟那个推车。礼拜五也算周末比较贵一点，然后平日比较便宜，大概差2倍价钱，夸张。很贵，是啊，对啊，是我们租的这个野餐垫。Okay, let's go. Oh, 언니 머리 염색했네. 어, 네, 我们要去汉江。好棒，우리好棒，사진찍느라고。我们现在要去找位置，因为这里太多人。今天是星期五，超级多人。但超漂亮的，你们看这夜景真的超棒。好，这建筑都挺美的。柠檬苏打，这个很好喝。맛있어？嗯，맛있어。你有먹어봐？이거는맥주비슷한거야。근데맥주아니야。맥주아니야？맥주비슷한데맥주아니고。那언니说这个很好喝。아대박이거언니가뭐먹고싶어너배고파나는오늘안먹었다안먹었지이거먹자그럼이영아반반순살반반도있 어순살반반할까어그래그래얼마정도냐아그거그거파라는맞지않을까요보고놀랐어다거기서있는거야사람들이진짜많이지금은약간시간이늦어서그런데한거기에진짜많이다서있어你这귀엽지않아？姐姐去拿炸鸡了，我在这里等。小鸡。我们叫了拌拌炸鸡，这个是酱料炸鸡，这是原味炸鸡。맛있겠다。안보여人超多的，今天是礼拜五，人超多。